0.3， 看这个课表，它是机器插播的是吧？旋钮需要打起来，然后就可以做入选。减号就是调小，对，就是往这个减号方向就是调小，然后可以。然后，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0.3秒嘛，它这个地方就是加号减号嘛，可以自己调节。已经通上电了，打开电，就是开关，可以听到外面声。加号带上控制开关，脚踏控制开关。好，3到5秒，可以看一下它的焊接强度，非常牢固。